印尼啊，到哪儿都有这种辣椒酱，吃什么有什么的辣椒酱，就直接用手了啊。我这辣椒酱特辣，不对，有味儿。到了一片稻田啊，在这个稻田旁边呢，就有一个农家乐啊，咱们鱼没钓着啊，可以吃鱼。咱们过去点菜喽。我不怎么干。哟。你看这大辣没啊？这大嘟嘟给啊？搞不搞？搞不搞？哇，你看这个风，多凉快啊！挺好的，这个你看做那个，把这个竹子做成那个路啊。哇，哎呦，这边水稻给割了，前边那个还绿绿的啊。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找一个座。呀，啊，呀，怎么呢？别大提行李，行李来呢，行李，坐这儿，坐这儿。这儿挺好，别大提行李，行啊，行李，坐这儿，咱们点菜啊，来坐坐坐，点吧，坐坐，哎呀妈，这个是炸鸡啊，我们点炸鸡，哎呀狗人，忙我，哎呀狗人，给大家，哟，不生。minum minum es es apa? Kelapa ya, kelapa. Kah? Es kelapa ya. Belum tentu ada. Yo, pesan ayam goreng. Goreng. 我点了点炸鸡啊，炸鸡 ayam goreng, lalapan sambal. Ayam gorengnya berapa? Dua porsi.Dua, nasi dua ya. Nasi tidak usah. Maaf ya, kita tadi masih ada sisa sarapan, tapi kita pesan makan juga. Ayam goreng dua, sama sambal. Ada tahu tidak? Tahu. Tahu enggak. Tempe. Oh, cuma lalapan. Ya, paling ketimun sama. Timun. Oh, okay, okay. Timun lalapan. Sama minum teh tawar panas satu. Ada es kelapa. Namanya kelapa. Pakai es bisa.Pisang, yaudah, pisang ya. Satu es kelapa. Ya. Terus sup apa ya sup? Sup iga, sup ayam. Soto ayam. Sup sayur, capcay ada juga. Ada. Eh, capcay satu ya. Capcay satu. Ya. Okay, siap. Thank you.风景真美啊，凉快，这还吹着风。这是早上打包的鱼啊，你看挺好的，这个鱼叫板凳啊，如果国内咱们叫什么鱼忘了啊，台湾是有养殖这种鱼，它刺儿比较多。Tadi tempat itu pasti ada ikan ya. Ini, 这个朋友啊，喝大叶的，小松就喝茶就行了。Aku nggak makan ini ya. Makan ini ada. Hei, 这个苏罗梦啊。跟小松已经认识有十多年了啊，是我第三年吧左右，在印尼第三年，有机会碰到他。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地儿工作啊，然后呢，我记得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就说你喜欢钓鱼吗？我说哎，我喜欢钓鱼啊，哎，这么就认识了。后来就跟着他钓鱼，钓了十多年，一条大鱼都没钓着过。钓了十多年，一条大鱼都没钓着过。我们就是玩吧，放假了或者是周末有时间出去钓钓鱼，其实也不是主要为钓鱼散散心啊。
所罗梦啊，也是印尼的华侨啊。鱼吃完了，哎，咱们就吃点炸鸡啊。你看印尼啊，到哪儿都有这种辣椒酱，吃什么有什么的配的辣椒酱啊。这是炸鸡，这是卷心菜，这是黄瓜，都能蘸着吃啊。来吃吧，吃吃。哎，这个不吃辣椒酱啊，在印尼啊就吃不下去饭。小聪也差不多习惯了。嗯，你也三辈儿四个人，走吧，不对，就直接用手了啊！我这辣椒酱特辣，不对，有味儿啊，蛮好。嗯，炸鸡裹外边有这种黄姜腌制的，主要就是配这个辣椒酱，这个味道。辣啊，啊就配点黄瓜，还有这种香叶啊，哎呦辣着了，又点了一个这种菜啊，叉菜啊，就是各种菜混合一块儿，跟鸡蛋一块儿炒的，还挺好吃的，给你很有味道啊。饿了，吃什么都香啊。好吃。哇，这位仁兄啊，正在挖这个椰子里边的这个椰蓉啊，你看，跟那个布丁似的啊，不浪费啊。Old coconut， 你看这个大片片。啊，它这有油性的东西啊，很好吃。酒足饭饱，你看吃了个精光，哎，吹吹这个稻田里边这个风啊，也是非常的凉爽，外边是很热的啊，正好这个饭店这个棚子靠近这个稻田，所以一边看着这个美景啊，一边吃着饭，非常的放松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出来看见这么美丽的景色就很放松。好了，小松今天跟朋友啊钓鱼，现在是下午3点左右吧，等一下呢，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岛上啊，那个岛也是不需要坐船啊，应该直接能到那个岛，它叫普拉江基尔啊，我们等一下过去看一看啊，再跟那儿甩两杆，看能不能钓着鱼啊。好了，现在我们准备要出发了。哎呀，你看这个景色多美啊！